盘点整蛊姐夫的搞笑瞬间。假的，他没事，这是假的，这哎呦我的妈！
你身上有他的粑粑味。不好意思姐，我快拿纸擦擦。你擦擦擦日出，擦日出，擦你我的旗子扫走飞。Sorry Sorry。我来听三 D 专辑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榜音这个洗得干净，喜欢再来一起玩。什么人不装？哎呀，你就是生我气的话，就把这个当成我，好好的发泄一下。来来，我姐就要穿的衣服，你这个吗？他这次又是美能接的上花。我的衣服洗了吗？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不是我这衣服，我这衣服洗得好干净。姐夫，求你个事儿。哎，小谁？这才一千出头，让保真，我想给我姐整一套，钱不太够。差多少？一千出头。滚！你姐就知道买买买，你姐都胖成那样了，她图什么那么好看？买个币，有那钱姐也比得好。买个币呀、啊！哎呀，我想想。把姐姐伤的绳子剪开、啊、你看看你这刚才是人是吗？行不行啊？你在怀疑，你在叹息，你在看不起没什么好的精神。他这次又是美女姐的神话啊，造孽。媳妇，你还不去哄我姐姐吗？看，伤口贴，我给你贴，然后你啥都可以去买杯奶茶，然后。嗯啊、别弄回去。在哪干什么？啊、不是，熬夜喝着没喝奶茶的时间出去找女人。哎，媳妇送一串了，别让我给看见。Lights, camera, action！ 他媳妇换可乐。他媳妇这次是真的，是不是觉得我傻？解放牛屎。那这些都帮你给我姐买的，拿去红了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别生气，看我的，这个吧。姐，你明白吗？哎呀，别说。粑粑味。不是呢，姐夫，空气清新，听着耳朵变老实了。他这次又是美能接的上花、啊，他笑着哭了着，你知道怎么笑着哭了着。
need a word up on the street. They talk, talk, talk about you and me. Let's start some rumors. 还是这么近。No, I don't know. 假的，这是假的，你看。哎呦我的妈！嘴多臭，粑粑味。来了吗？哦，辣椒耳朵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。姐夫，妈就在你旁边，你就不能自己问他？妈，我姐夫问你怎么还不走？姐夫，买个屁！